啊，就说这是我妈呀。哦，进屋坐吧。路上辛苦了吧？不辛苦啊，比照片上还漂亮。谢谢大妈。快进屋。好好，你请坐。哎，好，坐吧。大妈，那我出去了。阿妈，那我带蜜饯去我屋里啊。走，蜜饯。哎，谢谢谢谢。你也坐吧。啊，不，还是站着吧，这一天到晚总是坐着。你家务活挺忙的吧？是挺忙的。这从早忙到晚，家里请伙计，一天忙活三顿饭。对呀、啊，来吃糖。二姐，这是你吧？当然喽，这个呢是你姐姐，这个呢是哑巴哥，这个呢是二哥，这个是嫂子。哎，米姐，你在这玩会儿，姐姐先出去一下啊。再难再难，我也不应该丢下你们娘俩自己跑。吃个桃子吧，从他舅舅树上摘下来的，挺好吃的。我听风琴说，咱们的儿子跳下山崖的时候摔成了哑巴。哎呀，这炉子里该放煤了，你坐啊坐。周叔叔大老远来看你，这怎么着？你也给他点面子。我给他面子了？你那叫给他面子啊？不管人家说啥，你都不接话茬，还说东扯西，什么喝水呀、啊、吃桃啊、添煤啊，就不下个茬。我那是客气，客气过分了就是残忍。我还没听说过呢，客气有什么不好的？不是不好，那得分谁。妈，你想啊。周叔叔以前是你杀人，又是我哑巴哥杀人呀、啊。毕竟你们二十多年都没有见面了，对他都万事的那么客气，这就是残忍。行了行了，你就赶紧进屋去吧，你可别像刚才那样了啊！哎呀，进去吧进去吧进去吧，进去吧，别再见面了啊！含金量怎么样？一直都不错。那边有放槽的迹象没有？没有。那矿脉一直跟筷子那么细。没事儿，
只要这矿脉不断，早晚有放草的那一天。爸，我看你干脆回家吧。我干得好好的，回家干什么？我又不是三岁的孩子，心思根本没在这儿。我不在这儿，我在哪儿啊？心思在哪儿，你还用得着我说呀？好聊一下吧。好，谢谢你啊。你跟我还客气啥呀？是美国西芹，那还是美国进口的？不是，是美国引进的品种，我们当地生产的。哦，原来。来客两个，你叫错了。我现在是田广平的妈。啊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凤琴已经告诉我了，我给忘了。你有什么话就说吧。俺们的儿子摔成了样。至今还没有娶上媳妇儿，我是悔恨交加，生不如死，欠你们娘俩的感情债，一辈子还不清。都20年了，这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说的还有什么意思？不不不，也不能这么对我。那我怎么对你？我是儿子的爹，我是咱们儿子的亲爹。我儿子的亲爹在20年前就死了，掉到海里喂鱼了。对，说的对。我知道，我对你们娘俩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。你给我一次赎罪的机会，行吧？你赎罪的机会，能让咱儿子说话吗？我该死，我该死！咱们儿子留着娶媳妇用吧，啊！你先问一问你儿子要不要这钱。哎呀，儿子，这是爸一点心意啊，你就收下吧。来，
儿子不要的钱，我当妈的能要吗？你这份心意我们娘俩领了，你还是把钱收回去了。我们田家生活虽然不富裕，但是给儿子娶媳妇的钱还是有的。哎，我也去。好，走。洗手间啊，那就那个屋啊。对，哎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啊！里面有人呼噜，肯定是流氓。那是老母猪的声音。老母猪啊，咱们家的那个茅坑跟猪圈是通着的。厕所旁边还养猪呢。对啊，没事，你快进去吧，姐给你看着啊。哎，快！差一点忘了，这个呢，是你妈妈活着的时候留给我的，现在物归原主。拿回去吧。别，这是娘给你的，你留着。拿回去吧，让别人看见也不好。不是，妈妈，妈妈，哎，阿飞，妈妈，你买肉了吗？买了。啊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你看看，看看，看看，妈妈还管得住尾巴，是不是？啊，有这尾巴。妈，我买肉回来了。小点声，小点声，他们正说话呢。你先坐，我去做饭了啊，坐。